好，你可以开始。OK，好的。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 Warren Buffett，因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 investor，而且上个星期刚刚 Warren Buffett 的 Berkshire Hathaway 已经超过了Elon Musk 的特斯拉，right？现在已经是第五大市值的美国公司，所以他的经验啊，他的 strategy works，所啊，那我们今天就是把 Warren Buffett 再把他学习一下。那他首先就是 cash is not a good investment。那我们知道 cash 如果是现金的话，通常他很难战胜通货膨胀。如果现金不用作投资的话，只会一直贬值，因为银行的利息都很低啊。所以我们 OK，然后这 Warren Buffett 说 invest in productive assets，他就是说要投资在能够帮我们赚钱的、更能帮我们赚钱的 assets，或者呢用这个罗伯特清崎的话来说呢，就是说要 invest 在能够 generate passive income 的资产上。那这个罗伯特清崎也说过，就是说他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富人，他从没有就是说赔过钱。他也遇到了很多的穷人，但他们从来没有赔过一毛钱。所以We think about it。那这个呢，就是说，这个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 Warren Buffett 呢，就是把这个投资的秘密，怎样才能理财致富的秘密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在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要贪婪；在别人贪婪的时候，你要恐惧。就是不要 follow the crowd。那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那这个 Warren Buffett 说，你一定要投资在这个你明白的 business，因为我知道我们 CLEC 也有很多人在做这个个股，就是这个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说 Warren Buffett 刚开始他的 investment 生涯的时候，他刚开始是捡烟头，然后他曾经研究一个叫 working capital，后来呢，他就是一个纺织厂叫 Berkshire Hathaway，然后呢，他的 working capital 有20块钱，可是他的股票呢有这个只有7块钱，那他就觉得这公司那是一个好公司，很便宜，所以他就投资了这个 Berkshire Hathaway 纺织厂，结果没想到呢，这个纺织产业每况愈下，然后呢，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投资。他在20几几年接受 CNBC 的访问的时候，就是这笔投资给他一个重创。他说他当年就是在这边，在这个投赔的钱相当于有2000亿，今天的2000亿美金，所以Warren Buffett 呢，也就是从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他把他的这个现在的投资公司就命名为Berkshire Hathaway，然后现在已经是市值6000亿的公司，就是像刚才说，他已经超过了特斯拉，是美国第五大公司，而且它的 Berkshire Hathaway 的 A 股是44万块钱一股，是美国全世界最贵的股票。那通过这件事呢，也 Warren Buffett 就说了，It's far better to buy a wonderful company at a fair price than a fair company at a wonderful price。就是说，你一定要买好公司，而且呢，有时候你找不到投资标的的时候，哪怕是买贵一点，也要买好公司。那下一个那 Warren Buffett 又说，他说 "Only invest in business a 5 years old could understand"。
那就是说他要 invest 在，就是说，其实 Warren Buffett 的投资都是这样，就是衣食住行，然后很简单，连5岁的小孩都能理解。像他现在这里有一个，他现在Top Holding 就是5个公司，然后现在是 Apple 占他的41%，Bank American 11%，Coca-Cola 8%。Chevron 8%，American Express 7%，所以都是衣食住行都是很简单的比较容就是比较容易了解的，而且 Warren Buffett 已经说了，他绝不会 invest 他不能理解的公司，就像2000年是 dot com 那时候，dot com 飞涨，但是 Warren Buffett 也不为所动，他没有invest，后来 dot com 破灭，然后再次证明价值投资，仍然是我们仍然要做的是价值投资，才能。那这个 Warren Buffett 就说了，说这个机会并不是常常都有的。那当天上下黄金雨的时候，你要用大桶去接，而不是用杯子去接。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浪费 opportunity。下面我们还会再讲，这能看哈。那这个就是说，有一次这个Jack Bezos 就是遇到了 Warren Buffett，然后他就去问 Warren Buffett 说你是这个世界上第二富有的人，那的你的 investment 的这个理论呢也很 simple 很简单，那为什么没有人人都copy 你的做法呢？那 Warren Buffett 就说了，他说，因为 nobody wants to get rich slow，因为大家都想，大部分人都想要发快财，那不想慢慢的致富，所以这句话值得深思哈。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发快财的话，就是反而是应该是把你放进，就是把你置入一种危险的境地。这个就是说就是说，如果你不投资的话，就是你就会 work，你就会工作到死，所以我们一定要投资。这个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就是说就是 last 3 decade，那就是平均 S&P 500的 return 呢是9.73，那就是说，如果你要 holding period 是25年的话，你每个星期放50块钱，那你的 return 25年的 return 就是 compound interest 就是257536，那30年的话就是42万多，我就不读后面那个数字。然后35年的话，就是一个星期投资50块钱，就是69万4668。如果是投资40年的话，你就是有1.1个 million，就是一个星期就投资50块钱。那如果一个星期投资100块钱的话，25年就是有515073，30年的话你就有852518。那35年的话，你就有1.4个 million，40年你有2.2个 million，所以如果你投资200块钱，一个星期投资200块的话，那如果25年你就有1个 million，30年你有1.7个 million，35年你有2.8个 million，那40年的话你就有4.5个 million，所以就是说投资就像前面刚才 Warren Buffett 说的你就是 slowly 慢慢的 takes time，让这个compound interest，然后发挥它的指数的效应，你最后你就会变得富有。那下一个那这个也是耳熟能详的。Warren Buffett 说，你如果买一个，这里有很多人做个股，如果你买一个 stock，你不想拥有10年的话，那你最好连10分钟都不要拥有它。那他说了，我的 favorite holding period 就是 forever。
哦，这个我们今天讲的不只是这个 Warren Buffett 的投资理念，然后还有一些他的生活感悟。那这个 Warren Buffett 说，这 Happy marriage 就是 finding someone with low expectations。那 holding business 也是如此，low expectations。这里有个视频，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可以自己放一下，就是 Warren Buffett 讲这个。那 Warren Buffett 说，someone sitting in the shade today，因为 someone planted a tree a long time ago。那就是说，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那你今天的投资，你也可以想象，你种了一棵树在那里。你今天是因为别人种了树给你，那你今天也是种了一棵树在那里，然后你可以 benefit 你的家庭，你的 children，甚至 generations。那这个 Warren Buffett 说了，It takes 20 years to build a reputation and 5 minutes to ruin it。那 if you think about that, you will do things differently。这也像是他的一个生活感悟，可以拿这个 Lehman Brothers，它是一个有158年历史的公司，然后是全球2万多 employee，然后它是美国第四大的投资银行，但是它顷刻间大厦就崩溃了，就因为他们做了那个 subprime，right，违规的投资。那这个大家耳熟能详，rule number one never lose money，rule number two never forget，rule number one。所以就是说，你投资的时候，你还是要有风险控管。这个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这个。那 the best defense against inflation is to be the best at what you do。那就是说，你要做一些你，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 a mechanic，然后你的 work，the people will pay your work when you do for them。所以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势和特长，你要发现它，然后那个。去投资，这是最好的 investment。哦，这个跟刚才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意思，就是你要 invest 自己，那就是 Warren Buffett 就说你学的多越多，你赚的也越多，那你 invest 自己，nobody can take away from you。那 Warren Buffett 就说了，说这个投资其实门槛很低，right？你也不需要非常的 smart，但是你一定要有 discipline，这是 Warren Buffett 对投资的见解。那这个 Warren Buffett 说，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ccessful people 和 very successful people is that very successful people to say no。To almost everything，这个就是说，我记得前几年人们这个马云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然后他们访问他的时候，马云就说，他说，他就说我做这个平台，我就是 focus 在怎么样为这个 small business owner 服务，凡是这方面的 idea，我都会，就是我 think about 的就是这个。然后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一天会 get 10 business ideas。那 Warren Buffett 也是，人们问他说 What's your secret to success？那他说的就是 The simple I say no to everything that is not absolutely Not absolutely vital at the moment，就是他就是会 stay focus 在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一件或两件事上，几乎对其他的所有事情都是 say no。Oh, you will continue to suffer if you 很 emotional reaction to everything。这句话也就是 Warren Buffett 的生活感悟。他就是说，if words control you, that means everyone else
can control you. 所以我觉得是breathe and allow things to pass. 我觉得这就是说就像刚才说的，就是做投资一定要有 discipline， 要 emotional stability， 就是说就是常常有时候你就算是再好也会有人说你不好，然后有时候你可能不必不就是不能不要把自己 take yourself，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 seriously， 很多事情就是说笑一笑就算了，就是说有那种一笑置之的精神，然后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的mind 和你的 energy focus 在你应该完成的事情上，而不要把一些有的没的事情然后 distract 你away from 你的 focus。 刚才前面 Warren Buffett 说了，你 focus 在最重要的事情才是一个人能够 success 的关键。这个 Warren Buffett 说， I always knew I was going to be rich. I don't think I ever doubted for a minute.就是他很早他应该就是掌握了那个致富的秘密，其实他已经把他都已经告诉了我们。我觉得 Warren Buffett 是个特别真诚的人，他就是说了很多他九十多岁的老人了，非常真诚，而且他就是把他所有的经验都分享了给我们，他是如何成功的。I don't measure my life by the money. 我觉得的确是如此 ，right? Warren Buffett 他我们知道 Warren Buffett 他他有一个捐赠计划，他是说要把他99%的，他死的时候要把他99%的财产都捐赠出去，而且 Warren Buffett 他的Warren Buffett 他的生活也很简朴，他现在住的房子也是60年前在奥马哈买的一个花三万美金所买的房子，然后他的吃我们都知道，他早餐就是吃 McDonald， 然后他的他喝的就是 Coca-Cola。然后他开的车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车，所以 Warren Buffett 自己也说，他说我的衣食住行其实跟你们没有啥两样，然后其实他有很多 travel， 所以他就是说他最跟我们稍不同就是说他有私人飞机，那就是所以对他来说钱不过就是数字，他其实就是说可能 enjoy 的就是他喜欢做的工作和就是这样，这是我的理解。如果有问题可以提，然后我们也可以你们可以随时打断我，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那他说 ideal business is one that earns very high returns on capital that keeps using lots of capital to reinvest.In organic growth， 我觉得就是说business 像有些 high tech business， 它就是说 100% 它把它的 earning 就是把它赚的钱又invest 在 R&D 啊等等 invest 在它的 growth， 那也有的 business 它可能是把它一部分的 income 拿去做 dividend 发给了 investor， 然后有一部分呢然后又invest 在它的 growth， 就是 R&D 啊研发啊等等。那还有的 business 它是 100% 把它的钱都是 invest 在都是放在了dividend， 就是说它就是没有钱再去 growth。 那我觉得它这个意思就是说它应该前面一种和两种应该是比较好的 business。那他就是说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第二这个就是说就是他会找那种他投资的基本上都是非常简单的容易理解的 business， 然后就算是个 idiot 也可以 run it， 连5岁小孩都能理解的。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derivatives
金融衍生品是这个金融市场的大规模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就是 Warren Buffett 的话。那就是像那个 subprime 也是一种 derivatives。 那我看过一篇他就文章，他就是说在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也是那时候 derivative 大概有700个 trillion。 那现在据说这个 derivatives 的金融衍生品的体量要比那时候要大得多得多。那这个句话，这句话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说有那个 precise number， 就是非常精确 number 以后，你才去行动，才去投资，或许再去 make decision。其实你只要有一个 range， 有一个范围内的 possibility 就可以了。这个 Warren Buffett 就说他的财富大部分是是因为他 living in America， 他 believe in America， and some lucky genes and compound interest。 所以就是说我们好像我们读过一篇文章， Warren Buffett 的他的财产是大部分都是54岁以后他的财产因为那 compound interest， 所以 成指数级的增长。所以我这里有一个数字，就是说2012年的时候他的 wealthy 是有44个 billion， 那2022年的时候他是有101个 billion， 就是这样子。就是我想 Warren Buffett enjoy 的可能应该也是这个，就是interest， 这个 compound interest， 这个指数的效应。那这个 Charlie， 他就是说Charlie finally convinced me that owning a non-controlling portion of a wonderful business is more profitable, more enjoyable, and far less work than struggling with 100% marginal enterprise。 我觉得这个好像苹果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他是 Warren Buffett， 就是苹果他并没有什么 control。 像从前他早期的时候一些公司，他就是说后来他就变成了他的旗下的子公司了，像 Geico 就是这样子。那这个苹果它就是像我们一样的 investor 在市场买，那它2016年才这个大规模的投资苹果，那就据说在这之前他研究苹果已经研究了很多年，所以那2016年的时候苹果仍然也是如日中天，但是有时候你也可能也等不到它股票下跌的机会。然后他就是研究以后，他觉得他的内在的核心价值跟他的 growth 的空间，他不但是国内而且国外都有growth， 然后就是他的价钱仍然是便宜的，所以他在2016年就大举的投资苹果，分批分批的买，一直那时候苹果买到他盘子的 47%， 大约差不多一半了，所以这就是股神的魄力。那时候还有人说你看你傻了吧，买贵了吧，但其实到2020年的时候再一次证明股神是对的。那这个其实这个其实投资实际很简单，就是 stay right， 其实不需要什么事情，就是 long term investment。 那就是说你最好有一个 plan， 就是你要有个 plan， 所以 invest 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second source income。这个就是说当你 evaluate 一个 business， 就是你看它的看它打价格战的时候，如果当你这个 increase 你的价钱的时候，可是你的customer 仍然跟着你，然后并没有跑到他的 competitor 那儿去，那这个公司肯定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公司。那这个刚才我们讲过了 key to success 就是 emotional stability。那这个 Warren Buffett 就说了，他 read everything， 他又一次把他这个成功的秘密告诉我们，就是他有阅读的习惯，他 read everything， annual reports， 10 case， 10 cues， biographers， history， 5 newspaper a day。 那 reading is the key， 他说 reading has made me rich over time。 然后他一天要读 500 pages every day， 所以他就是读财报读财报，然后其实读年报 right， 其实年报就是很多人说年报也是有很多 tricky 在那里面，像我们一般的人读年报的话就是说可能就看他的净收入，然后其实这个净收入这个 number 据说是很容易被，其实在会计制度允许的情况下很容易被粉饰被 manipulate， 那个 cash flow 就是说那个现金流可能还相对更真实一点，所以这个年报或财报是有很多 tricky 在这里的，但是 Warren Buffett 可能他从读年报里他就能读出他的风云变幻，能够读出他的故事来。那这个就是 Warren Buffett 的办公室 office， 然后他就说 I just sit in my office and read all day。 我觉得他的高光时刻可能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 shareholder 大会，他其他的时候他其实就是 very quiet， 就是在那里 reading、这是他的 office， 你看他也没有电脑，他就是一个 desk 和一些书，就是这样子。那这个 Warren Buffett 就是说他就是常常 focus 在他要就是 evaluation companies， 因为就是说 Berkshire Berkshire 他的旗下就 Warren Buffett 这个公司旗下有很多的这个保险公司，那保险公司就会收上来很多的现金。那这个那 Warren Buffett 的账上呢，他常常会 park 很多钱，他说他会有200亿，他就会就是他通常一定会保留200亿的现金，但是他有时候会有300亿500亿所以他就要找到这个给这些钱找到一个投资的标的。那他前几年的时候呢，他说那个像报纸啊和像这个电视台啊，他说真是就是非常好的投资标的，因为他 invest 一点点，然后他就可以赚钱，而且他还就是说就是每年都在增长，就是投入少产出大。那现在呢，他就不大容易找到这么容易赚钱的公司，所以他常常就是要 evaluate 公司，当然他是 focus 在这个价值投资上。那这个 Warren Buffett 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做股票的话你一定要非常有 patience 否则的话你的钱就从你的口袋转到别人的口袋，那同时呢你要有这个 margin of safety。 那就是当然就是说成功的人是做这个喜欢做的事情，像 Warren Buffett 就是这样，他做的事情就是他喜欢做的事情。他这个刚开始他这个刚毕业的时候大概是跟他老师 Graham 在他老师的投资公司做了几年，后来那个公司大概关门了，他就回到他的家乡 Omaha、right， 去创立了他的投资公司，所以他做的就是他非常喜欢做的事情。那他就是说你要 hang out with people better than you， 这样
你才能够成长，你才能更好的成长。那这个就是 Warren Buffett 说，当我60岁的时候，和跟我20岁的时候，那个 priority 就是 personal goal 肯定是非常不同的。那这下面就是说，其实就是说 every cent has a past, every dinner has a future。就是说，其实过去并不能，就是说，代表你的未来就一定是这样子的。这个 Warren Buffett 就在又讲了，他就是说，每10年左右，这个经济的天空就会飘来几朵乌云，黑云。那这个差不多就是要下黄金雨的时候。当这个黄金大雨倾盆而下的时候，那就是我们一定要，我们要用大盆去接，而不要用 teaspoon 去接，就是 Warren Buffett 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就是他常常的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讲这句话，就是其实是实指就是说，当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要贪婪。就像上个月，right，这个市场跌了 10%、20%、30% 的时候，那他说，不管是股票也好，还是你要买袜子也好，那你当然就是，当它下跌的时候去买是最好的，当它打折的时候，on sale 的时候买是最好的。其实跟上面那个也差不多是一个意思。这个 Warren Buffett 就说，就是说他买股票的时候，他不会有一个 target price 在他的 mind，他就是说，if it goes to 40, we will sell it。这种 behavior 我们常常看到，right？我们常常在论坛啊或者朋友啊，常常看到这种的 behavior。那对于 Warren Buffett 来说，他买一个股票，他买的是一个 business，他把它看成是他买了一个 piece of business，就是当就是他在睡觉的时候，这个 business 仍然在运行，那或者当就算股市关门10年，这个 business 仍然在运行，所以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会不会就是说会让你更有 patience 一些，不会说30涨的40我就把它卖了，赶快 take profit。那这个 Warren Buffett 说：“I treasure my friendship with Charlie，就是 not because he gave me good ideas，but because he destroyed my bad ones。”所以刚才 Warren Buffett 也说了，他说要跟好的 hang out with good friends。然后他的 Coca-Cola，据他说是 Charlie Munger 最初来推荐给他的。他说 Charlie Munger 不但给他 good idea。而且会摧毁他的那些 bad ones，所以我这里也放了几个 Charlie Munger 的话，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Charlie Munger 说了就像 Warren Buffett 他说，我的 passion to 我 I have consider a passion to get rich。Not because I wanted Ferraris, I wanted the independence. I desperately wanted it. 这个其实这个 Charlie Munger 这个一语道破了我们投资的真谛，right？我们投资并不是说我们想要Ferraris 啊，或者说我们要的是最主要的，我们要的是 independence 和 freedom，我们要的是独立和财务自由。Warren Buffett 也是这样，你知道他，不用说，刚才我们已经都说过了。那这个 Charlie Munger 又在说，他就是说，他做的就是每天都在学习，他做的就是希望说每天今天比昨天更聪明一点，然后，他真的就是每天读书，每天学习。他说，如果我们普通人也能够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会 get
我们会 get what you deserve. 哦，这个讲得太快了哈，40分钟。这个 Charlie Munger 说这是在一个 meeting 上，这个就是我们的 last page， 在一个 meeting 上，这个有一个 young man 就问 Charlie Munger， 我相信 Charlie Munger 和 Warren Buffett 他们常常会遇到这个问题，说 How can I get rich？ 我怎样才能致富呢？他就说了，你就是spend less you earn and invest in index fund。他说就 dollar cost average。然后你 put money， 你可以放50块、100块或者200块在你的 paycheck 上 ，every paycheck。然后，但是你要有 patience， right？ 20年、30年或40年 ，you cannot help but be rich， it's just bound to happen。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关于这个Warren Buffett。然后有问题吗？大家有问题吗？哦，没有问题，那太好了。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老师好了。我 stop sharing。Yeah， 我也没有什么问题。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非常谢谢 John 啊，再把这些金玉良言再提出来，现在看到哈，特有感慨哈，好，谢谢。通常我们学习在一帆风顺成功的时候，通常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啦。只有在你碰到困难你才会学到，所以我想今年大家都会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当你没有遇到极度的困难，你是没有极度的学习。所以有时候不管什么问题，你就要乐观以对，你会发现你反而会学到更多，会又更上一层楼，这个是很美好的事情还有没有其他要分享的？好，宝珍，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应该这样就可以结束了。好的，那就谢谢老师，谢谢 John， 谢谢你花的时间跟我们准备，然后提醒我们。好，那各位同学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了哈，希望大家都能够汲取沃伦·巴菲特跟老师的经验，然后我们大家在困难的当中度过去，然后以后期待我们未来美好的将来。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如果你对一句话有非常强烈的感动，代表你有学到。你如果没感觉，那就是还没有学到呀。那就要继续把那个句话继续念，念到你有感动，那就学到了。OK， 好，谢谢大家，拜拜。